谁来九号王月？你说你缺少一个八蒜的女朋友，是吧？啊，对。那我据我所知，八蒜的女朋友得有几个标配呀？就首先得有那个小白貂，还得有个 iPhone 6，还得有个卡地亚的手表。那要做你这个八蒜的女朋友，这些标配你能不能都给配置上啊？这个，这个我得说一下，这个要配也能配置上，但是我找的是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配小白貂，有 iPhone 6的，那我买个八蒜机器多好啊！八蒜机器能穿白貂吗？能有那种仰慕的眼神看着你吗？仰慕可以，咱不穿白貂也可以仰慕看着我，是不是？穿黑的也行，紫的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段子顶上看的，是大哥带个小妹儿穿白貂，人家是找媳妇儿，所以穿啥穿白羽绒服是不是也行啊？白棉袄那多好啊！但是在烧烤店里看着带穿白羽绒服去的，一般都是男的在那儿扒蒜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给谁扒了。哎，对。